那大概我刚刚有解释过这个题目了，这题目基本上呢，它就是要什么回圈公式计算。那里面的话呢，大概第一个 for i in range， 那所以你需要让它输入一个 n， 这个 n 的值的话呢，应该到多少？比如说输入8好了，那你会发现应该是这个 n 哈，它前面还有固定的公式，所以你可以抓到它好像有一个固定的一个逻辑性。也就是说呢，每一次的一个这个加计算的这个里面的资料啊，都会比就是前一个跟后一个相比的话，好像都相差一。还有呢，这个数字跟前一个数字也相差一。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如果我今天呢要把这个公式给做出来的话，当然第一个我先确定一下我的范围哈，所以我先demo 一下给各位看一下。如果我要做出结果来的话，执行之后哦，当然就要它。要跟它的结果一样啊，输入8，要得到 1.8284 这样的结果。那首先第一个啊，当然我们要做什么 input， input 啊 input 怎么了？input 假设它输入8这个数字的话，那特别注意啊，将来我需要一样要把它转成正整数，变成一个8啊8的数字。那再来的话呢，上面呢你可以先 input 一个 mass，input 空一格 mass。因为呢，我需要做计算平方根，需要 mass 里面的一个函数叫 sqrt， OK 哈，才有办法做这个动作啊。接下来一样，我要累加，就是把每一个通通把它加在一起。所以呢，我增加一个变数叫做 sum， 预设值一样等于0 OK， 因为不是乘哦，所以等于0啊。306好像是一的话，就应该是乘的关系啊。再来的话呢，要怎么样把要做的这个公式啊，写出对应的程式出来。那其实最难的地方就在这里，我要如何哦？第一个回圈部分，所以回圈一样用 for 回圈，因为它是一个范围。for i in range，OK 哈，啊 range 的话特别注意哦，应该是在哪个范围呢？特别注意哦，我们应该知道，其实看起来这个公式是应该是后面的开头，这个是结束的数字是 n， 那开头的数字哦。应该是这个数字才对 ，OK，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啊，基本上啊，那前面这个一的话，应该是把前面这个数字再减掉一，就可以得到前面这个数字。所以特别注意哦，开始的这个数字哦 ，range 范围应该是多少？应该从2开始哦 ，OK， 不是从1开始哦 ，OK 哈，逗点，那结束的数字应该 n 再加一，那记得这边加一个冒号 ，OK， 那我们范围就是哦，从2。到3 4 5 6 7啊，到 n 为止，这个范围先确定下来 ，enter 一下。接下来我要累加，累加的话就是把这些的结果通通帮我加在一起。那累加前面讲过了，你可以打一个 sum 加等于啊那个东西，或者是 sum 等于什么呢 ？sum 自己本身加上后面的公式结果。那公式的部分的话，基本上哈。它就长这样子，其中一个，它就通通加在一起，所以我要怎么叙述这一个啊这个东西，或者这一个也可以啦，其实每一个你会发现它有共通性哦，一定是什么呢？一定是开头一定是一，啊，除以什么呢？除以里面的话一定是开根号了。不过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个看起来有点像是一个陷阱，其实这个一哈也应该也要写成这样才对。有没有一的平方啊？不过一的平方跟最后结果还是一嘛，所以其实它就写这样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今天呢后面哦要把这两个加在一起，然后外面要平方根的话，平方根记得啊 ，mass 里面有一个什么呢？函数叫 sqrt 的这个函数。那我可以怎么把 i 这个值放进来？不过哈、哦、，i 这个值哦从2开始，所以记得啊、哦、一定要先减一，就它前面一个数字减一。然后后面就是啊，把它加什么呢？加没有减一的，就是哈、啊，把比较快的方法是把这个复制过来到 Ctrl 键按住哈、啊，然后呢不要减一，一个有减一，一个不要减一。那另外还有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哦 ，OK， 因为哦、啊，当然呢一定是先除，有没有？可是问题哦，我们应该是先把它什么加在一起之后再除，哦啊，所以哦，记得这边可能要。特别小心哦，你是要先把这个加完之后再跟一除嘛哈、哦，所以呢这边记得哦，
请务必要在这个外面呢，先把它放个括号，啊，不然的话，它会先做除的动作，再去加，那就错了 ，OK，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哦 ，OK， 哦，所以把这个两个加在一起，啊，那一再去除这两个相加的结果 ，OK， 然后呢，做完的结果呢，帮我累加，加放进去到sum，所以先做完这一个，再加上下一个。 再加下一个，直到最后一个，哎，那不就符合我们要的结果了吗 ？OK， 所以特别注意哈、哦，就是这样写，写完之后最后把结果 print 出来 ，print 什么呢 ？print 上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基本上哦，我们大概已经做好接近八成了啊，不过应该还没做完，因为它学到小数点第四位，我先 run 一下给各位看一下，基本上啊，当你输入8的话，如果得到 1.8284的话。 那表示你这个公式应该八成没错了 ，OK， 哎，有没有1.8284后面一堆？但问题呢，我们现在哦，哎，不是要所有的小数点，而是要取到小数点的第四位。哎，小数点第四位应该还有印象吧？小数点第四位我们可以用什么？用 format，OK， 所以哦，前面讲很多，我就直接打。那format第一个，请你在这个变数的前面先打那个。 它这个取到小数，那个 format 的公式还记得吧？先一个双引号，里面的话一定是大括弧，大括弧就是把资料放进来。那再来的话呢，一个冒号，后面加什么？点 4 f 就可以了。OK， 应该有印象嘛？哦，这写很多了，一定要很熟。然后点什么？点 format，format 记得把它括弧起来，把什么括弧起来？把 sum 括弧起来。 他就把这个 sum 的结果哦，本来是这一串嘛，啊丢到这里，用这个公式呢帮我格式化，啊，所以他说哦到小数点的第四位，这样的话呢这一题呢就大功告成，所以要执行给各位看一下，理论上输入8嘛哦 ，enter 哎 1.8284， 这样就 OK 了，好。 那当然哈，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哈，其实还有一个方法。如果你假设你真的不要用那个取平方根的话，假设你不要用 SQRT 的话，其实我记得应该还有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说呢哈，哎，我们那个几次方有没有？星星嘛，星星哎，005嘛，平方根也可以用00。所以啊，另外一个方法啊，假如说你不要用那个什么，你不用那个 SQRT 这个方式的话。 其实哈，你可以怎么用乘乘 0.5，OK 哈，这个的结果，然后乘乘 0.5， 那也不用 SQR 这个，你可以 I 什么，再乘乘 0.5 ，OK 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啊括弧数量哈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也可以做出我们要啊这个就可以少 import 了，这个就不用 import 了 ，OK 啊，那乘乘0.5等于是说，哎，就其实也等同平方根的意思啦。 OK 哦，所以两个方法啊，但是比较正规，我是怕说题目它到时候啊，假如说呢，题目里面有特别提到，就是说请务必要用那个 math 点 SQRT， 如果有的话啊，一定要用。可是这一题我看一下题目啊，它好像没有特别要求说一定要，所以如果没有一定要的话，哎，所以你可以用乘乘 0.5 这个方式也 OK 啊，我一样有把那个最后完成的答案哦。 放在云端上面，两个解法，一个解法就我刚刚写的，一个解法的话呢，就是你可以用乘乘 0.5 的这个方式 ，OK 哈，乘乘 0.5， 哎，所以其实感觉好像乘乘 0.5 会相对比较精简嘛，又更精简了 ，OK， 来画面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哈 ，OK， 所以呢，刚刚哦这一题啊，因为跟前面差不多，所以它基本上这几道题啊，主要就是都在考你会不会用 for 回圈，会不会 for i in range 那个 range 哈，后面哎到底你要放什么样的数字做什么事啊？基本上后面一行哦，大部分都是考你哦会不会累加 ，OK， 也就是说你会把这个范围里面的数字做一个累加，累加的话啊、也许有一些条件，比如说是一定要是偶数啊，一定要是什么样的数字才累加，啊，其实这个。 这个概念跟那个枢纽分析表里面，如果你没有 Excel， 其实有些部分概念也是相似的啦，哈，就是你要把什么样的范围的资料做一些有条件的
这个筛选，把那个某些题目某些范围资料抓出来啊，其实概念也差不多，啊，只是说在 Excel 里面都是图形化界面滑鼠键啊，这个在 Python 里面呢，就是你要自己写点程式啦，哦啊，当然呢，最重要就是啊，我要写程式啊，一定要熟悉什么回圈 ，OK 哦，回圈的范围，然后呢，熟悉什么？熟悉累加有没有？所以你要上等于上加上你要累加的，哦，全部把它加。所以你大概就这些东西啊，最后把它 print， 也许就取到小卷第四位，第四位前面也都讲过了啊，所以呢哈，请各位务必还是要学会。另外第二点哈，还是要熟练，哦，所以哦回去尽量看有没有早一点时间哈，不要看答案，只看题目，很快做出来，那表示你真的是可以学，真的叫学会了哈，试一下哈 ，OK。当然，第三类大概就做到这里了。当然，第三类里面还有单数题啊，书里面都有。OK， 回去的话呢，大家有时间呢，请各位还是有可以把那个单数题也做做看。你会发现大家逻辑都差不多，可是如果你能够举一反三，看到题目马上做出来，表示你真的通了。哦，那未来呢？回圈在程式里面的重要性啊，超高。你又不会在程式里面不会回圈的话，说真的，你没办法做什么了 ，OK 哈，那当然你想为什么要回，因为回圈基本上就是重复做了 ，OK， 人最讨厌的啦，但是却是电脑的专长，你说重复做十次还好，重复做100次我看你又很累了，重复10000次你可能就开始头痛了。但电脑哈来说啦，重复1000万次都是很简单、稀松平常的事情，所以就是要使用电脑的它的那个优点 ，OK 哈，而且现在电脑的效能哈，真的是已经快到一个不行了，你有些东西真一下子 OK 了啦，但对人来说哦，哇，他做非常久，还不一定做得出来了 ，OK 哦，所以一定要善用什么电脑它的特点。好 ，OK， 那未来当然还可以结合一些什么自动化，时间到自己做，哇，那这样整个等同就是说呢，你可以把一些事情呢，就写出一个助理出来了，哦，时间到自己做，做完告诉你结果就好了嘛 ，OK 哈，有个 input， 有个 output 到哪里？现在我们是 output 到画面，因为 output 你可以 output 成 email，output 成 line，output 成 FB，output 就到你可以看到或者。output 到一个什么一个 database 云端，啊，甚至是 output 到一个手机的 app， 那这样不是等于是，自动很多东西就可以自动执行，等于是说，也许本来是需要有一个人在那边随时做那些事情，但如果程式写出来，这个人就不需要了。OK， 所以现在反而比较需要有人去做什么写这个程式的，而不是说一直重复做那些事情的人。OK 哈。试一下，把那个刚刚的这个310部分哦，先试做做看。那做完之后的话，再试试看，待会402哈，